才华，在伊的内心里，他就会当立刻应用，应用，唔是干呐背出来讲给你听，应用在伊的人生方向，心地宏广啊，在行动中，他受持。不只是信，是潜心解，身体力行。我们要修行，就跟着上人。啊，上人的理念就是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理念。早期慈师父，你看那个时候很辛苦的，用牛在耕田。那现在比较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用那个耕耘机在播种啊。祈求，那么些助力更生啊，咱伫菜园啊，伫咧割菜、种菜、也经济，我们就体会到上那个拓荒者那种心境，就像这一条有没有？这一条骨骼这样很平的。哦，全部都是土啊，都是地啊，那你怎样理出一条地、一条路很平的，给后来的人走得很平稳？是啊，用心在咧想方法呢，或者是你动手呢，拿着地头、骨土地了后啦，你的手亲手去播菜种吗？亲手剥菜籽，骨头地，头脑、心的法，随着你的动作走，你的动作随着你的心法去耕作。安尼有想法，有感受，真正土地面顶几工熬啦，菜。的叶在茶园的面顶呢，已经绿色的叶出来了。真的影响我最深的时间点，应该就是在我国高中的这个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点。叛逆心会很重，我觉得我很有福报，是我能够在大学能够接触到慈济，所以我能够走得回来。信者破邪见，咱的见解偏差，只要有人来给咱导引正向，上重要的解，咱才会当彻底了解。道理的真谛，即解解者破无明，要安怎样破地无明？即唔是打禅迷都会感悟，唔是啦，是爱落实身体力行啦。应该是他们带好，只是说他们怎么送进来。如果说能够让这些弟弟妹妹，他们能够少走一些人生一些冤枉路，那我觉得引导得到一个就算一个，那也都值得。佛陀教人爱心会晓为人类付出，教人爱心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是解法，了解法。信解法了后，虔诚恭敬接受法来，那落实的生活中，去以人与人之间，去互相互动。